你看，看就会松松一推传下来嘛。那没有吃到白垩纪的，这个真的厉害到，就是因为一按用手去咬，它可以吮指。这种啊，你的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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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累了吗？去年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金牌炒饭是他，银牌是别人，他拿铜牌。哎，铜牌很厉害，国际呢。严格来说，他算我学生，所以只有铜牌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哇，这个算输会不会结果就算输了？哎，不要忘记哦，我们走，你先领先了，现在领先。江口达素一，一对一枪，好料哎，被我中中喽！伫门面啊，安尼正经师傅呢有失落，因为两组嘅掺水渣全部都系点头鸭。老板，已经呢系一个传统寿身哦，点心嘅点头鸭。那我已经呢是喺太传统嘅中埔是太头鸭。哇，点头鸭，你讲口做安多？哦，因为背景都调查了。护士咧，我一天记得清清楚楚。系啦，我啷讲哦，就系为到牙齿哦，那动作嘅环保哦 ，the motion。哦，哦，饿到现在，就为了这一集。好。先来分享到今天评审情商，马上来分享到给阿牛帮师傅。大家好，哎，帮哎，大家好，阿帮哥好，今天上过动态哦。有啊，哎，来看一下你阿片哈拿台上的戴凡清师傅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凡清。哎呦，很尖头哦。马上来分享风趣的潜水者，佮系来自台中东师，系妈妈团，来也叫下来参加哦。分享到金水子老家营弟弟，欢迎。好，来看一下蓝翠的阿片，是来自新竹世界龙凤坡，记得是曾志扬跟瑞清。欢迎欢迎！哇，哎，都是上个龙凤坡呢。哎，可是哦，放尊重一点，什么意思？要欣赏你呢，全部都会点头嘎，有没有？老板，老板，这是什么？金钱，金钱，嘿，金卡座位啦，然后就送来嘿，他做个系列吗？可能只是展示一下，展示，你自己这边的是鸡卷，这里是虾卷，鸡卷，虾卷，来，跟地陪聊莫穷用，哎，莫穷用，嗯，你是哪一个的？那是哈古，太香啊！当天现做现卖吗？哎，我们都当天现做现卖，哎，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营业啊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好夸张哦！昨天做起来的。对呀哈，一年要卖几下千条，上千条。哇！而且早上有节日的时候，基本上你还没上班，它就卖完了。而且呢，金水姐，你本身我都加 B D 图搞，大家做话搞错哟。我在那个客家协会啦。你也好讲你嘛哈，来讲你，你也把嘎巴的谈过呐，东西耶，嘿，来讲的太普强啦，太普强，为了东西呀，嘿呀，东西，东西你啦，东西强啊，嘿呀，嗯，来讲西盘，西盘，罗拉大盘，罗拉罗拉，那你有卖那个鸡卷几多年的时间呢？哎，在家里有，就那个全组会订呐，我都做。啊！我儿子临时想说他不去上班啦，唔爱上班，佮还买高级做。哦，啊，你看你做了收入一年人的啦，很有心哎。之前是做什么工作？想说回来继承家业这样。之前咪都餐厅上班啊。哎呀，好会懂得动好呢。传堂的都不常就会做种朴实案呢，佮他专门来卖。哎，起家吃到讲有好嘛，生意好嘛。像我煎妈妈一只古早味，哎，鲑鱼粉香。都冇严重，有什么来传承妈妈的名头？对，蓝水介绍一下，直接剪短一点。你以为蓝水美就带电路来啦？来来来，喂，这个是什么？白鲳米粉。一塞一包，一塞一包。哇，哎，你看米粉呢，粗粗哎，它是粗粗的那种米粉。好，谢谢。算水粉。哦，这是跟你们自己从事的有关系吗？药材，对，店里的招牌菜。店里是开什么样的餐厅呢？饭桌。哇，兰州的呀，
听说是传承第十八代了，是吗？因为人家在行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行住九秒就会蜜粉啊。对，不过还蛮平常呢。它是吹粉啦，只是它那个给拌车下落的方式，伊迄咸度数啦，太浮夸了，好好吃。你要煮好，我觉得两种米粉哦，再放个油豆腐，哇！那为什么想说，转起波卡，加波卡改胜利啊用？没，我没有读书，就一直在店里上，在工作了，这样都是本来就在店里上班。人家讲个这么，你知道感动故事，然后你。动感的故事。总共伊今日个炒鱼米粉汤，冻油米丝，冻香，冻油米丝，而且这个最牛，冻起米粉又会太甜啦，哈。我今日没比你差了哦。唔错，唔错。哎，你呢？等下行系要好好嘅来 PK 一下诶。而且呢，有某种嘅关哦。那么累积积分制，最关米粉哪一组累积嘅分数最高，就做得赢诶。今本日嘅比赛，马上就来进行挑战。向前变宽啊！第一关我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的基本功有几深，还有对食材的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不看人之间的团结合作，咪是当重要的哦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一家之主准备来 PK 咯！好，第一关地图呢，既然两区我来 PK， 应该可以还睇起来实力很勇吧？不过都带我来教嘛，干呢？我先来说明下。那这当中主要考的是大家基本功，那这比赛要分做两只飞侠啵，大家飞侠都有分数，所以第一只飞侠奖励是得到一分，另外一只飞侠奖励是得到第二分。那我们这一关这一回合哈，考验的是臂力。那个 muscle， 那你没有哎？对啊，所以待会不会是我来。我跟地鬼读啊，就是要冲刷屏就看到哈。待会让去扁面哦，两面哦，是封色的，另外一面就会拍色的。没分，又来就那就是又负。没有，要白红白红白红白最漂亮，主持人举手。我们红白。哎，红白又没有这个。好了，现款来就现来，好不好？那剪刀手布好不好？好好，来各派一个代表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志扬先吗？哎喂，你讲你先来呀，你先来嘛，你要先选，你要先开始还是换？好 ，OK， 好好好，这样 OK， 你要不要先练习一次？那先乱讲，等下又继续哦，三十秒的限制哦，而且是左撇子。没有没有，因为甩锅都是左手。哦，是哦，对不起。啊！被大家发现我们的专业是主持的，是左撇子，右手拿锅。好，有需要暖身或者是练习吗？有吗？要练习一次吗？好，先不练，暖身一下。好了，加油！好，来喽，继续抢快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二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二、你平常是做什么？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？虾卷呢？鸡卷呢？跟刚刚那个鸡卷、鸡卷啊，阿个可能的啊，可能太厉害，有多练啊，啊教个料么？哦，好怪啦！真的太厉害了！我今天每一回打麻将嘛，又懂又懂。好，这个已经创我们记录了，问不能养的啦。刚刚几下？62下，我们63啦。好，没关系，加油，我们看这样。好。全村的希望。加油加油！你要试一下吗？我试一下，练一下练一下。哎呀！再看一下。来来来呀！魏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婆的加油声是最重要的。要换老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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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亲一个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先来，拒绝。好，来喽，来喽！好，准备喽，63哦，好不好？好了，64就算了。队长帮忙算了，双数才对。我们是62，要，所以我们要63。我们从十下开始。好，来30秒中哦，来计时，抢快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
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们赢了。五十五，到我们的时候，你们刚几下？六十二。冷水先收嘞，风水得到接富。来，牛弟，红队厉害厉害。那第二回合呢？承让的部分，来，莎莎的款下替你复合。来到天衣地合的比赛，都带了兵马过来。文天兔，吼，你啊吼，坚强梁祝，来排出一沙来做对对标。马莎。妈妈，来，瑞青，瑞青，来，刚老公表现的，哇，这是女人的大战，客家女人的 PK， 里面如果有放刀就比较危险。我跟你讲，不止一把哦。喂，到底比的马改动势嘞？来喽，比马改哦，快，开盖，啊，一斤就多呢。等一下吼，你阿另个哎，自家先只刀哦，看用用板来泡皮，用热刀麦烫嘅方式来泡。哎呦，果皮嘴窗嘅介只脆鱼是做得到热粉。嗯，唔该，补充了讲一下，因为其他系讲点点盐啊，用来烧嘅话吼，冇办法来吃啦。不少师傅最半暝两个时节就看睁眼不用下啦，对啦，去尝诶，你 OK？ 重点就是。最后的结果吧。对呀，有吗？有吗？有选好了，选好就拿在手上哦。没有计时，没有计时。但是嘎子姐团体嘞是给说嘞，就停嘞。对，抢开始。加油加油啊！哎呀，刚忘记先请你亲一下了。不要影响自己的选手。OK 啊，我让讲几岁？哎，梁山英雄的斗恶魔强勇呢？嘿。哎，我好紧张哦。再小心一点。动难呢。游戏规则是不能断掉，但没有说不能切到手哦，哈。它的厚薄度也是一样，没关系。哎，厚薄度，厚薄度，那你就切厚一点啦。不拘哈，只要是切厚一点，好冲，马莎好冲哈。哎，你还偷看人呐？等一下，它越削越细，我有点紧张，变虚线了。不是因为我的皮剩一点点。哦，你要保持，对不对？对。心机哦。小心。我帮你加油，周慧芬。不行，这个都不行，太厚了。不是因为我的皮剩一点点。哦，你要保持，对不对？对，心机哦。小心。哎，专心，我快专心，专心是狂魔签了。快好。快完了！哎，那我们有比速度吗？不要断就好，不要断就好。哎，还摸一停，这样冲啊！没有吓到你吧？摸一停，没有吓到你吧？你不要看吓到人了，猪队友。怎么会那么长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鸡吼，紧紧就心机哦，鸡抛到动摇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来个冲突，来个冲，讲的是讲的，该嘿。你知道你削这么好，以后家里都是你削哎。哇，断了啦，断成泥啦。表面是好。哎，我们现在一样，喊耳鼻啊。我们现在是比粗细，对不对？美啊，不是吗？观众要求喊耳宽。你们觉得长比较好还是粗？10 10，那三秒钟他给你按不来了，也是要给观众考验了。你帮忙一下，太长了。哦，让嘞。可是我们比较粗哎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是比长的啦哈，我们是比长的。真的不简单，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成绩。第一关的游戏，风吹得到几分，冷水没得到几分，所以是平手。这个真紧有考验的，一比一啦吼。不过呢，这个 PK 参赛是非常的刺激。暖身之后，西傻就先休息一下。今天小戴师傅，我带了一个四个料理老太吃甲分享呢。住处素卤菜。好，
今本日呢，小戴师傅会带来家嘅四个料理，老太下来分享。唔过呢，穷养在贵当中，唔但将系师傅教太下做料理，太搞认真汤哦，因为等下会有水塘烤。哇！想不一下今本日嘅料理名有那么干？吉祥凤梨虾球。哇！吉祥，太吉祥嘅吉哦。凤梨虾球，哇，很特别。OK， 来，小盖下去。先定还是菜？你要是凤梨嘛，太搞千碟。两麦粉，番薯粉，番薯粉，两麦盖，卵卵清，嘿，虾公鱼，这个是蓝虾吗？哎呦，没呢，它只是还没有熟，它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另外麦个粉，天地粉，面粉，我真的猜两次都错。玉米粉，好，玉米粉，另外面粉，另外个巧克力米，另外是个泡打粉。泡打粉，嘿，一般，嘿，不给你发起来，也要集中，大家先看你想好吃的。嗯，美乃滋，哎，俩是面粉，木薯芽，大概俩越南米纸。哦，越南米纸的话，第一摆看到不用都要给凤梨虾球，你都呛。可是为什么要放越南的春卷皮啊？用该地杯，哎，蛋糕，哎，下面装饰的。哦，还等下会。它以破果 ，OK， 破果会变一个碗的形呐。好，进去，进去是进去，容易。你要搞个蛋清，蛋清美瑞清哦，有好笑哦。那志扬也认识小戴师傅吗？认识，认识，不用。你们以前是情敌吗？是姐夫。姐夫，等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马哥，这样，你摔掉不要了。没有没有，莫请才公对。姐夫 ，OK。好复杂。You。哇哇。好，我们不要再问了。好好好。OK。姐夫，姐夫。Focus 放在我的菜品上面。啊，姐夫为什么指甲软青啊？这有点像该走面包走干狗。是用该蛋白，然后该泡打粉去让它打发。它现在已经打发了，所以你要沟通有半夜清楚嘞，要做像面糊这样子。面糊。我问一下，鸡卷加个豆腐皮黑用吗？该有机豆皮。哦，豆腐皮。哎，嗯，看，你看给它用做一番。不行，这个都不行，太厚了。你用这个太厚，卷起来会硬硬的。哦，其实讲种的卷鸡卷啊，对啊，它是。姐，我们这边有棍子来交给你。俺们过几下，他要做凤梨虾球了。他讲，啊，去虾肠好吗？我们再把它剥开。嗯。要开背吗 ？Tell me， 你只开背没？走得去虾肠。师傅，师傅，按你走得吗？来看一下，好好可以啊，太稀了吧？顶多顶水呢。走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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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加油的年纪没做嘛该。浓密度啊，而且加油，你炸下去，该哈贡还不会卡素。哦。两三，两三。好。嗯。点米酒，米酒。腌一下。对。你为什么在发抖啊？紧张。掉泪了，掉泪。啊，我会把姐夫剪掉。他有，他会难剪。他会看这个节目吗？谁是谁？没有这种人。啊，是那个。大家都会看，都会记得要讲的啦。啊，教一下。不然我问问看，我问一下，嘉颖，你单身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凤梨，我们要切。你要切凤梨啊？哎，等下来喽。要主厨学堂考哦。是不是差一点忘记？他在拯救姐夫了。涨钱啊！天，好，哎，凤梨哪只部分最甜呢？是 A， 还是 B， 还是 C？A 是 tail，B 是 心，C 是该带下带下。B。好，这样先猜，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。你们两组先猜全吗？你真的有回答权。剪刀，快选布。好，那红队先。蓝队。那蓝队要选什么 ？B。B。哎呦，本来答案就不一样吗？为什么？我想先听听看。B 是最信诶，你是说甜心吗？对，甜心，心甜。可不可以来管呢？那姐，你为什么想要选 C？ 因为是凤梨头嘛。凤梨头是 A I， 凤梨 I C。没有头是桃姐的，对，那个有上面那个是尾巴。哦，所以你也打乱嘿。
C 啊，你要配的答案是 B。好了，公布答案了哈，答案是 C。Yes。哦，答错了。所以说吼，往里挑四挂妹，是讲吼，往里会挑不到四挂妹的妹。蜜蜂又啊是最甜的，一般人可能以为是有绿叶冠的部分，其实头是靠近地面的，也就是最先出来的部分，因为很快成熟，水分是合甜。蜂蜜 tail， 哎，总甜的安永啦。那个 tail 老迷哦，一定要分清楚，因为他们都是椭圆，不然就圆形。不管是头还是尾，啊就毛细没有。其实这个细没做得不该。煲汤啊，煮汤没动哦，金凤梨苦瓜鸡，哎，嗯嗯，是对的。你还有吗？要来泡俩米子啊，油温差不多百五左右，100，丢一只虾鱼啊，做对了吧？哎，又都上虾饼呢，有，安手嘞，疗愈哦，哎，好俩虾公。泡鸭跟虾公的时间，油温要高还是？这个不要太高。OK。嗯。但今天一种蓝钻虾跟新闻冻够。就跟你说不是。炒白虾。哦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刚调的粉，偏台类，偏台类。放那个发粉。该泡打粉的意思是讲吼，佮食落系虾蓬松，佮放你家小妹无变虾台啦。但今天一种系蜂蜜系刺的蜂蜜还是管条的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哦，你啊，记住，记住，记住，唔可以，因为莫重说，因为你刚才吃到凤梨味，凤梨味，然后美乃滋，凤梨条哈，你啊比例又便宜吗？你下笋子该几种种啊多点嘛？哎，鸡酱有分哦，又都是咸的，又都是甜的，你再筛看，一定不可能咸的吧？有的会有没有加辣椒啊？哈，有的。哎，鸡胸会加辣椒。哎，你串烫有做嘛个鸡胸料理吗？有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客家油鸡。哦。油鸡还会用台鸡胸。嗯。黄哥，你啊，今天有带吗？让来解缺口一点点。没问题。刚刚你有叫叫吗？嘿，我要正常的颜色。剪细细孔啊。嘿，细细孔熟嘞。嘉颖，你几多颜色啊？好，你啊，七十五。他看不出来，三放奶蚕豆啊，四十，都多好新鲜。你有些，我以为你一是两岁哎。哎呦，你干还命个楼太。对啊，我还叫嘉颖弟弟耶。哎，我凭什么？有保养哦。对啊 ，OK， 重头又上啊。可以这一集可以 focus 在我做菜。好嘞，木素也表送你。聊好嘞哈，那你聊气泡虾。气泡虾，我帮你讲嘞。又变泡泡呢，膨胀啊！我觉得你可以叫香槟虾哎。好，俩，两个怎么搞？王丽表送你。其实哈，如果说你真的有喜事的话，跟我们说。对哦。嗯，因为哎呀 ，W 会出1000份的鸡卷。哎，赞助1000份嘛。再赞助100米粉。然后我们两个会去主持。对。聊那个，厉害。哎，干嘛？巧克力米。哇，那姐姐喜欢吃巧克力哦，而且还很多种颜色。好嘞，吉祥，蒙你哈 Q， 安永去后生喽。是做的也讲，嘿，松一推传下来，哎，松一推传下来，唔看，该叫嘿松一推传下来吗？那要推到白垩纪了，是不是？卡香望潮，好有诗意的名字。卡香望潮，潮更潮，这样是吗？一个集中往里下球，而且呢，真人看起来有点气泡感呢。哎，东海家，是的。哎，好，那大家来吃斯科纳咯。要连着那个一起吃吗？这饼是吗？嗯嗯，两个半的条都冻好哎。哇！而且一个伊诺波耶一个泡粉，吃起来唔会做有负担。韩国地板都虾公哦，因为有些鹿公，所以它那个海鲜的那个鲜甜味，哎呦，够香呢。它的虾子很蓬松。哦。
又很新鲜，打点木薯芽哈，嗯，过来按你冰诶，是吧？够清爽，哎，够好吃啦。嗯，一个一个米子啊，嗯，墨西哥。好有感一好，所以你来一听懂好，而且蛋糕又不用要给巧克力，对，瑞清觉得好吃，好吃的哈，蛋糕不会冻麻烦呐，没有，七师傅你吃到嘞，其实这道料理放一下小台子加都会破，你知道，重点是嘛干的啊，重点是给破的温度，捞给捞起来的时间，应该拍到好，给它破一下，红鱼都还拍到摸熟哦，他们食到的时间。如何熟？如何又加鲜甜味袂走出来？好多冻吼！而且还加有加啊，加加诺贝尔这个面衣，嗯，还有老加乱抢东西嘛，古时候吃东西的时间，我觉得我吃风雨虾球面衣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嗯，有的是东西有没有面衣吃完，虾子跟面衣会分开，它这个是有合成一体的。那紧紧哦，打从心底佩服姐夫呢。好啦，澄清一下，没有姐夫这个人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对啦，没啦。暖身晒发呢，嘿，风吹得到两分，南吹得到一分。鼓手最杯米馆太气感，会拿出真笨蛋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的挑战。嘎嘎出好彩，两吹这段是听的题目，第寒天的时间，煮出一出最上瘾的好料理。无论是传统的，也是创新的菜色，两下夹夹拿出两个好笨蛋，一家之主。好料的爱点上桌咯，最贵米馆价格爱吃好菜，可能不卡地度呢，有万个秘密武器爱拿出变一下。嘿啊，因为哦，就去两组哦，都是点头噶，到底高手会带我出卖个好料呢？哦，先来看一下，风吹带来的秘密武器系乜嘅？五板，五板，七甲座的吗？七甲座，七甲座啊！呀，有卖吗？有，有啊！嘿，妈妈可是做的，也讲嘿，送一台床下来。哎，送一台床下来。你看，噶又嘿送一台床下来吗？那妈妈推到白垩纪了，是不是？那妈妈咧，她九十七岁咧，哇！啊，只有九矮哦，做完啊做，还没做一多年呢。你们做一段，各位呀，又够传闻家营呢。哎，你看三代的厨艺，给每来都一家之主老太吃分享。我们好有口福哦！对呀，要给五百呢哈，我带了一个最杯名啊，出料理菜名，你懂吗？该避风御国桥，避风御国桥，避风塘，哦，会挑了哦。因为这个哦，五百讲好多，我那乌龟桥，乌龟桥，啊，古时候我用做避风塘的方式来做啊，太菜哦，给一听到好吃，而且它厉害的地方，给它避风塘，然后去给它做啊，已经看到了啊。我喜欢现成的蒜酥。哦，好啦，最杯米一馆，我们该小赢一分。最杯米一馆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我看一下拿出的那片带来个白，那个秘密武器咯。神秘老抽，多神秘，超神秘。超神秘！超神秘！在 Q 的时候有一种动漫感，很可爱的。神秘老抽，嗯，这是我自己特调的。哎呦。它是味道神秘还是做法神秘？搭配在特定食材上，就是它的效果很好，就是味道那位食材原的原味啊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哦，金兵人那里啊，神秘老抽做个菜，菜名按怎么来？塔香旺潮。塔香旺潮，好有诗意的名字。塔香旺潮，潮更潮的，是吗？旺潮是螃蟹，螃蟹面对着那个海啊。哦，墨海。哦，横着走啊。哎，这写的我刚才。来，最后一关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！两队队员准备好赛，马上来倒算。三。你去抢开始喽！开始！来！鸦片哦，算母子档，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莱尔福这不是很温馨，妈妈都会损烘稿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来！哇！哎，牛要我，你等下是要弄出爱心吗？就手不拿妹。要给妈妈给料理啊哈，去给她吃的最喜欢的一道妈妈料理，干嘛该嘞？因为客家小炒，小炒牛，客家炒牛好些。所以今天带来避风塘嘛，好，也都是有多做生意，还是讲用点做做看，是吧？你去给几多做生意？你要听你讲呢？哇，什么吗？什么？
姜大舅哦，刚满月，姜满月对。哇，他弄谁哦？他一定是女儿傻，嗯，看起来就是女儿奴，对对对。那先开封，哦，这个其实好不半本身啊，黑公路嘅酸条条有就当好食咧，渐渐难用，渐渐难呢。哎，烤鸭用切冻切哦，你是学过厨艺吗？还是？虽然都溜到餐厅上班啦，进前啦，景瑞姐，应该是哦，糖豆鸭来哦，我转 vocal 来讲一下胜利的细节，那时候心情怎么样？吓一跳哎，我说你上班上到好好，要想要做俩是讲，你要没有冇传承下去哦，就失传。好是啊，大宋妈妈可以失传下来嘛吼？对。这时间妈妈都会做干，天天都顺风看。这地都边个有冇个料？如果有通下下鼻啊乌诶。啊，加个油葱啊，用个正经的糯米落去做的。哦，当然都是诶，再来排版，去加去磨，来，那全部用糯米做。糯米，糯米哦，用都量热吼，含圆圆唔一样嘿。所以阿父办吼，来做啊好哦，年头好都买得嘞。买酱酱。讲什么安豆粉跟麦芽粉？这个面粉等一下要沾这个下去。包起来排包。对，要。龙挑丝，这个先豆酥，蒜头酥，这个你先切，我先炸，好，先下这层，对，先炸那个，对，好，你有单位吗？你有单位啊？我们加油哈，嗯，先帮你皮料一下，等下锅油温要够，那才80度，最高在280度哦。哇，这个蟹脚，为什么就是只有蟹脚呢？就是蟹熬。最多肉了，对啊，哦，啊，志扬你在做什么？我切完了，我切材料。你们在餐厅的分工是怎么样？备料一起备啊，还是煮就不是我煮这样？哦，煮比较辛苦啦。对，你用啥用的音色的呀？可以讲吗？提茶鹅。车友，还是说你们顶红等红绿灯的时候遇到？你认真，太浪漫了吧！你说等红绿的时候尿啥停咖啡啊？对，来丢豆鸡。谁主动？来不是。对，你要嘛做，你要嘛讲。姐姐三美昨天那个挑一挑啊，对你也可以说那个老抽里面还有加其他的东西吗？老抽可以讲一样或两样，都还有嘛改，就是神秘老抽。有加那个一点米酒啊，然后一点酱油膏啊，刚才那个徐师傅其实都讲差不多。还有吗？看米酒、酱油膏还有吗？还有一点蚝油，还有点神秘，还有点神秘。好了，啊，刚刚志扬摸拱分享，一边讲一边做了，走了，可以开始做了。嗯，好，我都哎，你踩到我了，踩到我。对啊，你们真的是停等红绿灯认识的，没有讲笑话，我也太会猜了吧，转角遇到爱，好啦，所以你刚刚是加了米酒，对啊，去一点不要去腥，不是等于水滚哦，干一滚了，这道菜是那个他说想吃，然后我就做，哇，做了，对啦，你终于讲到重点了啦，做了之后是拿来卖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等一下冒海该熬烫好之后再炒嘛，烫好之后就可以炒了，捞起来就捞起来之后就爆炒爆炒，那我们再回来看爆炒爆炒，耍帅的画面留给你哦，好，哇哦，你要剖嘞，避风塘已经炒好了，超厚哎，这很像凉锅，凉锅，我要吃脆一听懂酒，也是下酒菜哦。对，因为一半炒干避风塘就是蒜酥，面包粉，对，他们有加豆酥的，小狗摸熊的，又够卡熊啊！对，算了，老妈妈跟我好厨艺啊，你有好好跟妈妈谢谢吗？有啊，声音，妈妈敢讲咩啊？你听，杜侯天就博哥系阿妹接啦，你两三有办过？想给黑心泡呢？哇，自己煮吗？包粉包不给啊！哦，最实在了，这个那是张妈妈，对吧？你怎么爱用炒呢？莫用下炒啊！两生的白菜球，那白菜球薄手薄脚，最好有苦味，哦，有苦味，苦味就椒味嘞。哦，有几个步骤。嘉颖，按选水台啊，还是水色？最小。
青色，青色。双杯哥哥姐姐有接咩传统吗？冇，哎，干那个接。嗯，算那传承不卡吗？最大都是240。我读书的多呢。去年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金牌炒饭不是他，银牌是别人，他拿铜牌。哎，铜牌很厉害，国际呢。严格来说，他是我学生，所以只有铜牌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标一是石头，我改东西，第一个嘛改。你讲，哎，那标一是头，好痛的嘛，好痛，好痛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老赖。我妈妈厉害，厉害嘞哦，你也不用痛哦，有没有不用痛？就它有咸，也要有一点点。咩啦？可能系个头是有点咸啦，咸啦，系啦，系啦。所以有咸冇有甜吗？嗯，我这个诶，头是全部系客家的。对，它用的是造的头，我现在经过酒来买。做的嘞。哇，这个算输会不会结果就算输了？应该不会吧？哎，不要忘记哦，我们是领先，你现在是领先了，现在领先，一分，领先，而且我们这口条也有算入在评比里面。其实他讲解的蛮好的呢。对，啊，不会，不会。韩国你看他会怎么个讲得很顺哦，都慢慢教的了。哦，其他动作全部会讲。尤其有大大腹腔。今天如果得第一名，你会？用来了，感谢妈妈。总要不给钱，总要不给喽。你看，哎呦，不行，当然要选我们啊。用一点口音，用一点口音，用一点口音嘞。好，古帅 Q 哈喽一炒，最波米把它混合均匀也是一道功夫。穷。哎姐，你是有开盐酥鸡店哦？没有啦。你看你的手势再一次。动力哈。你漏师傅啊？甩油啊！妈妈辛苦啦。该不能买个东西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所以容易调味好，拉拉是差不多好的。不是拉拉，听听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它要混合均匀，所以它大局一定要一听会好吃嘞。你看牙素是厉害嘞，厉害，我们家就 Q 他来品尝嘞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他把它当葱抓饼在翻。这个虾子怎么像没烫过啊？没有虾，什么虾子啦，姐姐？蟹虾，蟹虾，你累了吗？是螃蟹。这个等一下，因为刚好就烤狗，所以应该很快入味吧？对。但重点就是刚好心中冻酒诶，神秘老抽。而且你不觉得那口能口吗？老抽对喉咙很好。来啦，你先用闻的，你喝一大口啦。这样，你当他那个川贝枇杷润喉膏。有点久。几罐呢？几罐？没有，张伯先吃就可以了。剩下我带回去。哎，滴猫动呢？我哟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其实我不太懂。但看起来很专业，帮我点一下。好，没有。好丑。其实几条神秘酱哦，煮不上水，应该都是用常用的老抽，老抽水该降色，让它容易上色的东西。还有盖这些工业米酒，应该是都是米酒。你可以擦一下。还有麦秆，因为我看不下去。毛已经来干工了。等下又一点咸，这一听啊，但是为什么他会吃到最后又得转干？转干又变干，神秘秘密酱，神秘酱，这就是它神秘的地方。怎么说呢？回甘就像现泡，对，商业机密，回甘，对，商业机密。其实严格来说，他是我学生，什么意思？是呀，那啊，怎么说？他有承认吗？真的啦，去年台北国际。厨艺挑战赛金牌炒饭不是他，来自己收尾。银牌是别人，他拿铜牌。哎，铜牌很厉害，国际呢，国际呢。很厉害，那你们一周嘛，你做炒饭啊？对啊，自己要做炒饭熟了。你们餐厅总那个招牌菜是什么？炒饭。蟹脚的炒饭没有，招牌菜就。四神汤啊，牛骨早味哦，因为做半桌它会有一些那种，我好困惑，招牌是四神汤，铜牌是炒饭，今天做这个，然后开场的时候带白汤米粉，哦，现在以后给大风吹都懂厉害，没啦，所以你要选用 keep 的呀，收支的呀，收支对，那他去比赛为什么他是你的学生？
来搞基耶啊！啊，意思说帮我翻东西来搞基耶啊！他教他的哦。OK。所以只有铜牌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了，我觉得互相交流啊，你我自己也很难收尾，真的惨。所以连他有炒怎么办？收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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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，所以厉害是他的那个酱汁啊，对，就是神秘老师，可以吗？走掉吗？什么时候尬来比较好？可以了，快了，快了哈，好，对，佛石灌佛石会尬哎，就是我们有个加分题，就是如果这种起立蹲下这样抱你16下，可以有机会赢这样。不行，怎么的？膝盖会抖嘞，会倒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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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。今早马上来倒数喽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那最杯米馆，都在哪一组？米是卡占掉的。来，先分析下一个重伤嘞。占掉嘞。因为啊，要弄出料理就无简单，高场嘿当复杂呗。功夫菜，先来试试看那风吹的咯，也计是祖传三推的舞伴哦。但是莫讲看不出来是舞伴呢。哇，舞伴本身就动向，而且重点在其抱到外酥，底度含真的是 QQ 的。Q 感的身子动作。对，而且也计舞伴真的很厉害，底度的也着强了吼。像拍油饼、油葱酥呀，嘛个冻浆也是一样。我都是一斤那个板菜呀，吼，都配一斤布了。哇！真材实料，这两觉吃到呆滞了。好吃，配起来很好吃，我觉得很棒，吃起来就不会像在吃芋头的感觉。很会接。那瑞青呢？在自己对芋头，我很喜欢吃芋头，因为这个藕桂条算是盐酥鸡，大家也都会点的。是熟悉的味道，但是我相信台架子挺 moshi 勾黑用避风塘来炒诶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撒哈来哈，我们要很神秘哦，对，我神秘的来吃两头塔香旺炒。好，因为壳有敲过，所以肉就比较好吃，就很下酒诶。哇，它的两根老抽的味道，我觉得非常棒。神秘酱，神秘酱。哎，好不知道，那怎么讲那喉咙发出来，哇，好滑水哦！真严重，干掉，像饮车用板呢。嗯，他刚刚你好吃，壳也吃完了吗？还有，那补下油，你好吃的都要吃的嘞。慢慢吃的嘞，好吃的，我也是香甜，有老底，加蜜桃吼，老蜜桃以后，老抽有买冇？我不会冇咩安尼嘅蜜桃，咩安尼嘅蜜桃？这个真的厉害到，就是因为佮阿用用手来食果子后，它可以吮指，这种啊，比较还好，是一个口诀，还好，我突然觉得什么忽有庞然大物而来，吓死我了。我觉得感觉颜色不够啊。什么意思？那个颜色烧的没有很上去。如果火再更大一点，它可以更烧更漂亮。所以我觉得一定当战斗哎。对。也跟呢由来对董事上方来嘅神秘，加也跟呢系来自新竹嘅海米，加唔够都带十分钟来结结呢，等下就看到咯。好，到今日最尾嘅分数出到之前，先来公布一下目前嘅分数。风水地道是2分，冷水地道是1分。好，也都在成绩很两班的师傅上清楚忙嘞。做得嘞，做得嘞哈。来考考，风水抢本分数。哎呦，5分！哎呦，总共是7分。阿力很大，阿力，因为刚好是就相机台。1分，这个台表工等一下就听完慢分，长就可能偏少哦。好，来紧张刺激喽。抢款，冷水得到几多分？哦，差几分？慢慢中就可以六分。其实也很高，等于黑哥都亚冠低度，两队都是得到同样的分数耶。所以这道菜两队是不分上下。OK， 先来谈一下起司夫的贡品。其实哦，两片真正东南平，尤其个炒俩大个避风塘料理啊，其实避风塘料理去搭配个比例，所以人家就讲吼，个避风塘个蒜头，哎，即个炒可能是加下豆豆，其实还有个
避风塘鱼，我们做了加加豆瓣酱，炒过了八分豆加五瓣肉去炝下去，是冻哦。其实正常用经营冻南平，俺们本南平南对三分的过分，所以讲吼，佮在伫俺当年时间进了吼，做了炒豆加米梅，是会加几个加酱，吼。还有点吼，佮讲吼炒下加。有一点，我上班时不是按时做的嘞，按做的意思是讲吼，佮个蟹脚看到佮公司嘞冻好壳，卖相下好啦，个卖相下好，哎，冻好些。嗯，真劲，佮秘密武器厉害，厉害。好，我谈看一下小戴师傅。一半来炒佮避风塘，港式它是香港那边的口味传过来，佮一定袂老挑食。啊，不过你含有老佮豆酥、下铁片、梅头全炒到炒到冻香冻好。啊，锂片来讲讲，其实检查到锂使用电磁炉，该少了一个护器，因为该头锤一定要那种大锅大火，那个护器炒出来那个香味会差一点。魔法图啊，它是一些先天条件上面的啦。不过仅仅动强嘞，你用煮煮豆厉害哦。今天必须成绩已经出来以后，马上出来颁奖嘞。耶耶耶耶！挑战好了，成绩已出来，凤吹得到七分，蓝吹得到六分，现在恭喜凤吹得到三千的人呢，加彩金。好，蓝吹有差一些些的，我们国得到个礼物没动好，底下是多功能方形锅，手不离两三。恭喜！哇，今天唐一海，你 CP 长水炸地都最资深的台姐，呀，今日参加嘅心情样板，然后台姐分享一下。几个心得，诶，上都要拿到诶冠军啦吼，诶，真幸运啦吼，诶，这个芋头糕五班的吼，阿咩相当久啊，嗯，哎，看到娘亲超样要好食啦，真。第一摆团来去下来比赛吗？哇，有得到第一名呢，有欢喜吗？有哦，几个专业董事都要跳哦，好，恭喜金水姬。谢谢。看看啊，我们的嘉莹也是准来接妈妈的厨艺第几多年？第一年。嗯，出来比赛，哎，得到师傅的肯定，心情样板了，他也不容易。心情哦，都会来接的古早味啊，无想到按实在不办实在做到安的，无轻用的米食哦，本来都无不会卖吼。更加有信心啦，哎呀，更做更好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。原来基隆沙吼，老开始加自助比赛，准做一只市场调查，试调一下，哎，俩做得卖哦，做得，哎，哦，老看起来咱出俩两公婆吼，感情很好，也偷偷晒恩爱。我说大家镜头摸看到的蔬菜，哦，那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没想到会一起来上节目，嗯，那有得到什么收获吗？自己觉得？就锅子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看你上白哦，参加人家国际的比赛，第三名，今天第二名，有没有进步？有。哎，这成就感要自我给自己鼓励一下。撒哈罗要问一下瑞青，今天让人家罗贡琼哈来参加比赛，你嘛感想？当欢喜，有人家机会来参加节目。Happy， 今天你来家头前就讲到，所有嘅潜水者都系同厉害嘅点头家，不说你欣赏吼，亲友深度啦，真的是都按到师傅嘅料理，感谢你也得来参加哦。所以唔是本次嘅动态嘅压力啦，就算我就算你咩点头家，你做在放下大家强下来逢迎参加比赛啦。嗯，一家之数呢分享睇起家强下来都系你嘅六样拍。分享也不卡，亲友爱的美食，记得冲下来报名哦！喊你拜再见，拜拜拜拜，再见。